大家好 ，Mio です。今天是中秋节的连假的第一天，我每年中秋节的时候都没有事。寂しいね。我都一个人过中秋节的连假。没关系，一个人也很开心。没关系，一个人也很开心。然后我来台湾的第一年，我跟台湾朋友是中秋节附近有烤肉，但是那个之后都没有中秋节的烤肉。今天我突然想要烤肉，ということで、我今天一个人的焼肉をしたいと思います。耶！我本来想要做那个韩国的サムギョプサル，但是我刚刚去微风的超市，我上礼拜去的时候，我看过那个好像韩国的 Samgyeopsal 的时候用的那个 Sunny Lettuce 吗？耶！但是我今天去的时候都没有，然后其他的那个好像 Lettuce 的东西是很小，但是很贵，所以我放弃了。OK， 没关系，台湾不用吃生菜。然后上次我做过那个 yakiniku no tare， 我今天也做。今天看的 recipe 说那个 lingo juice， 用 lingo juice 的 recipe， 我刚好有 lingo juice 100% 的 100% 的 lingo juice， 所以我用。我上次自己做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做的 yakiniku no tare 比外面卖的那个 tare 好吃。今日今天突然想要吃的，搞了我没有买很多叶菜，所以只有 nasu to tamanegi， 还有 butaniku。这个好像用 samgyeopsal 的时候的那个用的猪肉吧，还有牛肉。ということで，我一个人要烤肉。開始囉。ちょっとね、味を変えるためにコチュジャン、韓国のコチュジャンを我要加。よし、じゃあ、OK、焼きます。じゃあまず、ちょっと野菜から。玉ねぎ、ナス。じゃあ、最初は牛肉からいこうかな。当然呢，在台湾卖的牛肉比日本的有点贵，然后品质还好。又开始说抱怨，不要，吃就好了。啊呀吧，煙霧，啊，我的盘子，臭くなる，会臭臭。やばい。しょうがない。今日は中秋節の焼肉。牛肉は早いね、焼けるのね。油がやばい。油がめっちゃ垂れた。危険危険。たらーん。美味しそう。メイゴーだ、牛肉だけど、OK、没关系。不要说抱怨。我一年，我之前常常回去日本的时候，没有买那个这种一个人的 hot plate， 还有那个 takoyaki。我上次让你们看的 takoyaki 的机器，以前是我常常回去日本，所以不用在台湾的家一个人的 yakiniku。OK， 很开心哦。越来越なんか高兴、楽しくなってきた。お、自己做的焼肉のタレ怎么样？好吃，美味しい。
嗯，焼肉のタレめっちゃ美味しい。所以很多日本人说牛肉肉的品质当然必须很好的品质，但是其实 yakiniku no tare 好吃的话，牛肉的品质还好也 OK 没问题，那个 tare 很重要。所以我去台湾的 yakiniku 店的时候， 我有点感觉yakiniku no tare 不是我喜欢的 tare。 ニンニク我很喜欢捏捏骨，所以加了很多，好吃。那个叫林果 juice， 当然加了那个糖，糖跟林果 juice 一起加了，那个刚好。他妈的，刚好。一个人的 yakiniku 也很帅哥，很好。じゃあちょっと韓国のコチュジャンをねつけて。一点点辣，但是还是甜，所以好吃。阿兹，台湾的那是好吃。是我老家在房子里面有 yakiniku 的话，妈妈会生气。因为味道糟糕吧，所以我们家要烤肉要 yakiniku 的时候，一定要在家的 balcony， 阳台。sukiyaki 的时候，爷妈妈不太开心，因为 sukiyaki 的味道也很充满。我家夏天，五月到十一月、十月左右，在阳台常常有那个 yakiniku。周末的白天开始，所以妈妈爸爸一定要喝酒，白酒、红酒、啤的，一定要喝啤酒。一般的日本人很喜欢 yakiniku 跟啤酒一起，但是。大家都已经知道我不太像一般的日本人，所以今天也不用喝啤酒。但是有时候我也想要喝 lemon 酒海，还有 grapefruit 酒海，那种那个好像 juice 的酒，我很喜欢。じゃあ次はこれね、豚肉。油がね多くてね。めっちゃ跳ねるの超怖い。ちょっと拭き取りますよ。おお、危な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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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がすごい。めっちゃ跳ねる。あ、でも美味しそう。おお、また油が。見て、いい色に。わかりづらいけどいい色に焼けました。サムギョプサルの感じでこうね切って小さく切ります。やばいね、油がやばい。あ、でもなんかすごいカリカリに焼けた。美味しそう。なんかいい感じにすごいカリカリと焼けました。じゃあ猪肉豚肉。おいしい。コチュジャン很 match。 我现在故意停冷气，因为我怕クーラーの中に匂いが入ったら怖いので、ちょっと今止めてて。暑い、めっちゃ汗かいてる。流汗糟糕。我刚刚洗个澡，但是豚肉塩コショウをかけても美味しいかも。じゃあ塩コショウとコチュジャンにします。
没错，就对呢。今年的中秋节是跟之前不一样，不能跟朋友一起烤肉在外面，很可惜。所以你们怎么过中秋节呢？日本人没有不会做特别的事，我们没有像台湾人吃月饼、烤肉也当然没有。那个邮件写小学生看月亮，然后吃月見団子，没有特别的事。今天我人生中第一次中秋节的焼肉一个人做，很开心，楽しかったです。美味しかったしね。大家也我会推荐一个人的焼肉，很好吃哦。以上ミオでした。またね。哦，那个又快中秋节哦，拜拜。